然后那个，还有那个，这个有没有？好，那是这什么？这鸡腿排，没有骨头的鸡腿排。哦，好，那一个好了。你要什么？好，我放这里，还不好了。还多翘啊！那有面筋啊？你要哪一个面筋？好。好。面筋好。对。好。那个。我的萝卜看起来厉害。都收拾起来。今天是青州小菜，三重的青州小菜，是肉块饭吧？哦。它菜还蛮多的，这是鸡腿排。哦。然后这里还有就是汤可以免费喝。哦，是啊。蛮多人来的，不是，它是它的菜是热乎乎的，不像有一些它是冷冷的。然后吗？肉肉吗？而且我们它还有很多就是那个什么，还有那个什么瓜瓜啊、粥啊，那个什么还有什么豆腐乳。还有你最爱的那个啊？你最爱的甜甜的。那我想说我是吃饭的，对不对？就没有梗。因为我在看红烧肉。那红烧肉。哇，蔬菜一盘15块。很便宜耶，我们这样子。你要肉肉是不是？哎，把它弄，把它弄。要全部都炒出来了啦。30块。肉肉给你。好像真的算便宜。肉卤豆腐啊，还有蛮多菜。而且我觉得最近是老司机才知道的。都是老司机。肉卤。要不要？他喜欢吃我的饭。这个有什么咸蛋，什么花生？嗯，很少的呢。那就没有汤。嗯，可以稀饭的咸花生。哦。汤什么？罐头汤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还有一些腌瓜之类的。要要酱油吗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
这我这算什么卤肉饭吗？它不是吗？你是卤肉饭啊？